Hello，大家好，我是火狼哥。最近不是有很多的粉丝问我吗？就是选择一款苹果笔记本，在3000多到5000以内的这个价位档。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说的话，就是16款的或者17款的，16款的带触摸条的功能，或者说17款不带触摸条功能，它们的价格都是在3000多到5000以内。首先，我今天就主要说的是16款跟17款这两台机器。可以看到这个台面上啊，一共有4台机器。这个机器的话，我们现在暂时就不说它，只说这三台。这三台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是16款的，然后这两台的话是16款带条的，这一台是17款的。它们有什么配置？首先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先把镜头拉过来一点点。这一台的话，它是一个16款的，可以看到这个处理器啊。它这个一处理器的话是2.0的，然后 i5 的 2.0，看到没？对不对？然后它的显示屏的话，它是一个视网膜的显示屏，2560x1600的视网膜的屏幕。这个是不带触摸条的功能，看到没有？然后这边这一台的话，我们看一下啊，这边这一台的话，它是一台16款的触摸条，带触摸条的功能，它的型号的话是叫H12。再来的话，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配置。这台配置可以看一下，这台配置的话，它的处理器的话是2.9 i5 2.9，然后它同样也是一个2560x1600的这个显示屏的分辨率。最后就来看一下这一台的话，它就是17款的了，17款的它这个型号的话，它叫 XV2 啊。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XV2 的这个机子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处理器的话是 3.1 i5 3.1，同样的它也是2560x1600，包括这些笔记本的一些电池啊，全部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全部可以看到。像这些电池啊，你看这个17款的话是循环次数，充电次数是78次，这个就是17款的一个配置。这三款的，像16款带条的跟17款带条的这三个，其实它的外观上基本上都没太大的区别，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屏幕合起来看一下，你从这个外观上去看，它基本上都是一样，它的模具的话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你看都是13寸的，看到没有？外观上厚度啊，包括这个大小啊，它设计的外观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的话，带条的跟不带条的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方说我拿16款的来做一个示范啊，给大家看一下，来把镜头拉过来一点点。这个16款它不带条的话，你看一下啊，它这个接口右边的这个地方它少了两个接口，看到没有？它不是接口，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这里有个耳机孔。然后这个再看一下左边的话，你看到没有？它有两个带条的，这里也有两个，也就是说它这个接口不带条的接口的话，它就只有两个它不是的接口。然后像带条的话，它多了两个接口，知道吧？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要提前了解一下。再说到价格，像16款的不带条它的价格的话应该就是在3670左右，看成色吧。然后17款的这个带条的话，它的价格的话是在4800左右，也看成色，4700-4800啊，都差不多。然后这个16款带条的话，它的价格是在4600左右，成色差一点的话可能4450。二手笔记本它的成色不一样，它的价格的话会相差比较大，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不要说，哎，你的价格比别人高一点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成色越好，它价格越高。刚才跟大家说了，像16款的、17款的带条的，以及16款带条跟16款不带条的这三款的配置，以及它的外观。如果说大家在选择3000多的，那么像这款机器16款的不带条的，再选择4000出头的、4500左右的、4700左右的这个价位的话，就是16款带条的，或者说17款在5000以内、4800这三款机器的话，说实的话也是很多人去选择的，因为问的人也是最多，这个价格档的话就是比较多的人去接受。像18款的话，它价格太高了，差不多到了5000多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三款机器目前来说还是受到很多很多粉丝们的喜爱。所以说今天我就在大家这里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玩游戏的话苹果的笔记本真的是不太适合。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苹果的笔记本在玩游戏的时候它会用到显卡，对不对？你用显卡的话，它的笔记本就比较发热，因为自带的系统的话，它的 OS 系统，你用
玩游戏的话，它可能就要用到微软的系统，因为很多的软件在苹果的系统下它可能会没有，我们只能装到微软系统下才能用那个软件，对不对？所以说你在使用游戏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发生比较厉害，场景玩的话就有可能会烧主板。所以说像16款也好17款也好，你就用来办公啊，出差方便携带啊，或者说简单的剪辑，像17款的话就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了，像 PS 文档这些 PPT 文档完全可以满足16、17款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选择一台自己心仪的笔记本，不要说哎呀一下就想着要新款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新款就好，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那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大家如果说觉得我说的对的话，在这里点个赞。今天我就先暂时跟大家说到这里，下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